你的眼睛水还美，这个好嘛？我刚到一个小时，就被你们吐槽这样了。哎呀，谁能改正不了改正的？来了，姐姐。哇！怎么都回来不了好久？刚刚才到。哇，我等你等你半年了。半年了，狗屁啊！我才来半个小时。那行，拿过去我看看。啊，想你了。想我了啊？现在我不开玩笑。便宜来了。老给你好不好？我先看看他的。哦，哎。我先看看这个弟弟的，还有没有好的？辣的辣的拿来，这大小不一样，这个不好看。都来。哇塞！哎，不卖吗？这个好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等你半年了，小姐姐。小姐姐，等我半年了。妈嘞，你都不来不来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今天在偷吗？啊？哦妈嘞！不要再抠鼻屎了，赶紧过来卖货。就你事情多。其实像这种营销界的手链啊，就特别适合夏天佩戴，它比较简单，比较大气。我的妈耶，真那么好看？对。看弟弟这种好看。这个呀，这个不好。这个好，这个也可以。我就是要这种布灵布灵的。这个布灵布灵的，这个布灵布灵的没了。哇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大小全部都是很一致的，好冰啊这一手。太美了
且它这个后面的话，给你们看姐姐们，后面的话是无封底、无电色、纯自然色的翡翠啊，没有经过任何的添加还有染色。东西好，价格也好，我不叫价，叫价没用。谁家没用？好朋友等你半年了。报一下价格给我听听，只要这个便宜出，我帮你多圈一点粉。便宜出，便宜出，好不好？嗯。好久没有开张，1800一套，不贵吧？不贵。卖给我就百数了，快点啦，小黑。哎，小妹牛肉酱不行，干下品质来，太美了。百数。眼睛说你眼睛说。百数。百数不打。快点。现在百数打不了贵宾。啊。找不到这种的品质。百数行吗？我妈的，百数不行，姐姐。小黑，价格低低的来，我给你多多卖来。1800来，姐姐。白素了，你的眼睛水还美，这个好买嘞，跟你人一样的，又美又水又漂亮。对了嘛，价格也好了嘛，600行吗？600，行不行？啊？仔细看，我吓死宝宝了。这小黑哪里学来的陶瓷啊？没有，你看这太厉害了，姐姐。600，六百都不要，好不好？在我这里580都不要，行吗？480都不要，我们只需要这个价格，全部打包。你说。398，你说，你再说，行不行？说，就398。对，好。一起买断。太好了，398乘以。680都不要，480都不要，580都不要，你要多少？我老婆有来。我老婆有来，本钱有本钱来。快点，我今天第一天到。本钱是我的来。我第一天到。本钱我的。398乘以。本钱是我的。16368块。你哪里不好啊？我今天第一天到，你都不给我面子吗？妈嘞！你给不给？给你面子贵太多了，不然来一个心给你，我不要不了你的心，就这样了，可以了，真的不行，缺粉，哎，888一套，看就这样，888就算398，如果再可以的了，下次多多帮你卖一点。来，姐姐们，这是我回到瑞丽的第一单，然后呢，小黑特别好，这一手手链的话398即可一条拿回家，姐姐们。而且是很完美，很完美，什么都没有。第一次来瑞丽，就是看到小黑杀我了。哦妈！我不会杀你的，我就喜欢你，这里5000，车主要不要了。一来就给你开仓，开不开心？哇，那开心，太开心了！姐姐们，想要手链的宝宝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批。而且的话，这种蓝色的话是真的梦幻西湖蓝，很漂亮的。喜欢的宝宝评论区留言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点击加关注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